记者李湘文综合报道。歌坛两大天王周杰伦、巴信都是资深网民，一旦碰在一起更是笑料不断，每每在 Instagram 互相留言调侃，都能让旁观的粉丝爆笑。巴信总奉承周杰伦是歌中之歌，为了学习更多好听话，最近还特地在 Instagram 上向粉丝征集点子，没想到获得的答案五花八门，让他哭笑不得斥。你们这些架舞迷，巴信和周杰伦日常互动爆笑。图翻摄自阿信 Instagram， 周杰伦 Instagram，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巴信向粉丝求救，应该跟周杰伦说什么？图翻摄自阿信 Instagram， 周杰伦近日在 Instagram 上传戴墨镜帅照，不止得到粉丝热烈好评，连阿信都特地浮出水面称赞，怎么会拿波浪服磨帅？没想到周杰伦听到这句话特别高兴，还回复赞赏，哎呦，终于开口了，而且讲了这么中听的话，要求阿信我喜欢听这些，再多说一点。阿信从舞迷那里征集到许多爆笑答案。图翻摄自阿信 Instagram， 为了满足周董，阿信连忙上 Instagram 向粉丝征集点子，我应该多跟歌中之歌说什么？没想到舞迷创意百出，纷纷提出爆笑建议。五月天歌迷都是周杰伦粉丝，我是 TFBOYS 的粉丝， JJ 超帅，让阿信傻眼大呼，抓到了，你们这些架舞迷，更委屈装哭，笑料十足。阿信看了舞迷的答案，一下哭一下生气，十分爆笑。图翻摄自阿信 Instagram。 事实上，阿信跟舞迷的互动向来爆笑，先前他被周杰伦私讯质疑是假账号，也急忙在脸书向粉丝求救，如果有人怀疑你是真是假，你要怎么说服这个人？舞迷则怂恿拨个挖鼻孔的及时给他看，请乔林帮你证明，你不回我，我也不相信你是真的，各种搞笑留言都出笼，也成为一大话题。阿信日前发文求粉丝帮忙怎么说服周杰伦，也引起热议。图翻摄自脸书。五月天阿信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